一个可爱的小萌货羊驼这两天在杭州动物园顺利出生。小家伙很可爱，继承了妈妈和爸爸的毛色。它躯干上的毛是黑色的，像妈妈，而脖子、额头、鼻梁、下巴的毛是白色的，像爸爸。如此羊驼是熊猫版的呢，还是黑白配的奥里奥饼干版呢？